骂人的，在西藏的话，骂人的，这是一个在深圳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你们定定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这个帽子脱下来啊，让他穿着帽子，然后戴个墨镜，像个苍蝇一样进去就不好，要戴礼帽，是吧？千万不能戴帽子，看一下，啊，也不能戴帽子。就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文具可以接受的。哎，这那么整个布达拉宫呢，有一共有1000多，然后我接着你，13层楼，接着你，我都接着你的东西。